好，第四场比赛，四岁及以上纯血马1550米未冠赛的马匹入闸完毕，比赛即将开始，优骏们准备出发吧。好，闸门打开，我们可以看到一号闸、二号闸分别泰恩和百胜驹慢闸了。排在比赛前面的就是六号马劈波斩浪，后边紧追不舍；五号马海洋暖流，紧接着是四号马金麒麟，后边还有是三号马合力球星，暂列最后的是一号马泰恩和二号马百胜驹。马匹第一次过终点，还有整整一圈要跑，进入到第一个弯道了。领先的还是六号马劈波斩浪，在外栏排在第二位的是五号马海洋暖流，两匹马差距的两个马位。第三位是白色彩帽的四号马金麒麟，后边还有蓝色彩帽的三号马合力雄鹰，慢闸的两匹马分别是一号马泰恩和二号马百胜驹，在那边的比赛的后两位。好，现在马匹来到了后边的直道，还有1000米，现在两个马位领先在前，还是六号马劈波斩浪，后边是两个马位之隔，是五号马海洋暖流，第三位慢慢赶了上来，四号马金麒麟，后边还有就是三号马合力雄鹰在后边的直道，现在是两个马位领先，才没有变化，还是六号马劈波斩浪，后面的马匹在追，进入到最后的弯道了。第二位现在是四号马金麒麟，紧接着第三位是三号马合力雄鹰，第四位是五号马海洋暖流，慢闸两匹马追了上来，第五位是百胜驹，后边还有一号马泰恩，最后的300米直线冲刺马上到来，现在是一个马位领先在前，六号马劈波斩浪，后边紧追不舍的两匹马。是四号马金麒麟和五号马海洋暖流，最后的250米，还是一个马位领先在前。6号马劈波斩浪，后面两匹马还有机会。最后的200米，1.5个马位领先在前。6号马劈波斩浪，外栏斩了上来。3号马合力雄鹰，3号马合力雄鹰超了过去，同时超过三号马合力雄鹰，领先两个马位。3号马合力雄鹰夺冠。